嗨，小玉，好久不见。你在拍我吗？我现在没化妆哎。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这边问哦。我今天拍什么？我可以讲吗？好 ，OK。我们的编辑说，现在先不要说，反正晚点你们就知道了。我接下来要去参加米兰跟巴黎的时装周，然后呢，我又要去打造。哦，刚刚吗？哦，我刚刚在擦小黑安瓶，平常都是晚上的时候用，它有非常强效的修护精华哦。因为我今天要拍得非常的紧，要特写，所以呢，我要赶快让我皮肤状态再更好一点。我这里刚好有一罐新的小黑安瓶，大家有看到里面蓝蓝的液体吗？它就是98%的超高浓度活性。只要呢一滴就超有感觉，而且皮肤会非常的透亮。出国都会带这两罐，小黑瓶还有小黑安瓶。小黑瓶呢，我会在白天的时候使用，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活性项目，可以更稳定肌肤，让妆更服帖，更好上妆。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会用小黑安瓶，因为白天肌肤受损了一整天，所以我晚上会用小黑安瓶来修复我的肌肤，让我的皮肤呢更快速的回到完美的状态。它也是可以天天使用的安瓶哦。好啦，我要先去化妆咯，等会见。Hello，